咋啦？你还不想结了不成？哇，怎么又赶了一只大师兄出来呀、啊？这个小子，你看，整天在地上打滚。哎呀，康康，哇，你看，小孩在地上打滚，懒洋洋的晒着太阳。大人还在这边忙碌，这就是最真实最朴实的农村生活哈。今天干嘛？结婚呀。你不是结婚了吗？结婚也不用你干啊，我可以请人干啊。啊，你不是要结婚了？怎么原来是咔嚓猪啊？咔嚓猪结婚了嘛，人家那边咋啦？你还不想结了不成？想，那我去回去准备了，好，那我回去准备了。你回哪去准备、啊？我不要准备一下衣服吗？准备一下新衣服吗？对吧？哎，没事，咱都这么熟了，随便穿就行了。那不行，我先走。那仪式感满满。你等我，我去哪？不是仪式，给他流程给他走完就行了嘛，对不对？拜天地还拜啥来着？拜父母，这就完了嘛，对不对？你连这个钱都想省。然后请邻居的，对吧？吃个家常便饭，是不是就行了吧？还搞那么复杂干啥呀？对不对？非得搞那么……哎呀，这个女人还真会过日子哦。你这都省。那要不然呢？我这都已经不省了，我都已经咔嚓租了。发财了，这下。大家看，二还在忙呢。开心吗？家人们，就是这段时间呢，就是辛苦慢慢有点回报了。你看今天又卖了一头猪，一整头啊。待会我们就是咔嚓好，然后全部都装袋好。有个粉丝家呢，从成都那边专门过来拿。二啊，好像成都那边买猪的老板到了。那我去接一下。啊，赶紧去。咋了？你还不好意思去帮我接了？不行，我得打扮，让人觉得很啰嗦。理一下头发。你只要站出来就是最漂亮的，不需要打扮了。不行，我都把帽子都换了，开玩笑。现在行不行？漂亮吗？漂亮。像不像那个腊肉西施？像不像嘛？像。我最美。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，希望你消失在那快乐，希望你一生在浑浊眼里依然有爱的执着，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，希望你哭了也是幸福的，希望你爱过的。要得，慢点。完了，来吧，你先别慌，腊肉已经好了，尝一口腊肉再走，大家一起哈。我把就是清肠了，下锅就可以吃了。帮忙吧，我来吧。啊，辛苦了。没有，高兴了是吗？你看，大部分叔叔阿姨哥姐姐。好，你慢走哈，嗯，拜拜。